咗行人行先咁多位。咁啊，斑馬線我哋呢幾日裏面啦，有冇發覺到全部都係我哋一搭上去呢個斑馬線，啲車就全。
咁樣連瑪格麗特女王嘅話咧，佢當出嚟去到行街啊或者買嘢嘅時間的話嘅話咧，都會係踩單車㗎。如果天氣好嘅情況底下嘅話，咁樣咁啊，同埋仲有就係咧，佢著嘅衫褲方面嘅話咧，如果以平時出嚟行街買嘢啊，咁啊好少會認得到佢㗎，因為點解真係著到一個好平民、好平民百姓咁樣嘅形式嘅啫，咁樣咁所以嘅話咧，大家團友們都會有陣時咧，可能間中嘅時間都可能會見到㗎。不過咧，就費德列堡，即係我哋而家所去到嘅費德列堡嘅位置嘅話咧，就最大機會會見到佢嘅，因為點解？佢而家呢個時間就爭少少噶。如果一到夏天嘅時間嘅話咧，就係屬於咩咧？就係屬於呢一個嘅叫做係佢哋避暑嘅地方咁樣。我每一次暑假嚟到嘅時間嘅話咧，都見到佢噶。咁啊喺個後花園嘅位置咧，就係同佢嚟去同佢兩個孫咧，就喺度行下睇下嘢咁嘅形式嘅，咁啊都幾得意一下噶。咁樣同埋仲有就係在於啲朋友們就問啦，哇咁大！我哋就正式到達咗丹麥呢個地方啦，咁樣咁啊！啲朋友們就問啦：丹麥呢個位置有幾大？只得42,959嘅平方公里嘅啫，各位，只得42,959嘅平方公里。咁啊，正前方嘅位置。
話咧，法麗的地圖上面，譚詠麟喺嗰間房裏面跳舞嘅一個夢寐以求結婚嘅地方嚟㗎，各位。嗰、那個教堂方面入到裏面嘅時間參觀，你就會見到啦，相當相當相當之華麗嘅地方嚟㗎，咁樣。咁所以嘅話，一陣間咧，我哋就會整個嘅叫做城堡裏面嘅話咧，亦都係會參觀曬嘅，咁樣。除此之外咧，團友們亦都會見到裏面有好多嘅銀器㗎。咩銀器呢？呢啲銀器方面嘅話咧，就係、喺丹麥裏面所出產嘅一個最大嘅牌子，一個牌子叫咩咧 ？George Jetson 咁多位喺船上面會見到啲銀器啦，係咪？呢、這個銀器品牌全部都係 George Jetson 啦，甚至乎香港嘅 Sogo 十二樓有得賣嘅，咁樣價錢方面，自當然咧就一定係比。咁啊，呢度嘅地方咧就係貴嘅，咁樣咁就我哋就係喺左手邊個位置，玻璃呢座大廈就係設計大學嘅地方，設計大學。而喺大家左手邊個位置，見到嘛，安徒生先生同埋市政廳嘅位置就係呢度嘅地方啦，咁多位。咁樣我哋就翻嚟嘅時間嘅話咧，就聽日啦，呢啲景點方面都係聽日先至會參觀噶啦，咁樣咁就我哋就慢慢一間超市嚟嘅，咁樣。咁就如果田友們有興趣望下裡面嘅價錢的話嘅話，聽日亦都可以嚟到呢度地方可以就睇一睇嘅，咁樣。咁啊，大概呢邊消費方面嘅話咧，澳洲、紅州紙幣嘅歐羅就全部都係收嘅。不過找翻錢俾你嘅話，一定係找翻呢一個嘅叫做係丹麥錢俾大家嘅，就唔會找呢個嘅叫做歐羅俾大家嘅，咁樣。咁啊，呢個就要注意啦。咁啊，大概呢邊嘅消費情況，咁樣。因為船上面咧，團友們都感受唔到啊，咁樣咁啊，呢邊嘅叫做消費情況方面嘅話咧，我例如啦嚇，啱啱正好啊，我上一團有團友們食煙，咁就買個打火機，因為冇曬 gas 嘛，要買打火機。呢邊買個打火機的話嘅話，香港同一款嘅打火機賣緊應該可能喺啲街市嘅地方啊，三四蚊一個嘅啫，打火機啊，三四蚊一個。呢邊嘅話咧就賣緊25蚊嘅丹麥克朗。25蚊嘅丹麥克朗，即係圍翻港紙的話就33蚊嘅，咁樣咁啊呢啲嘅價錢方面嘅話就相對翻可能買一啲嘅實用嘅物品方面咧就比較貴少少咁樣，咁啊而另外喺呢邊買支礦泉水大概咩價錢？咁就係預翻啦，25蚊到啦，25蚊到，唔理係買礦泉水又好，或者係買啊咁啊，如果最主要你哋團友們會去到超市同埋便利店買嘢嘅時間，你俾完錢佢之後找錢俾你。就不是用人手的形式找錢那麼多位，他們是用機器的形式的，你會見到在收銀處的位置向著你的方向有個兜仔的，那個兜仔當你給完錢之後那就數清楚了，租過30平方米，即大概300多呎的家啦，這樣那就圍回港紙的話的話是18000左右的港紙的，18000的，那麼比起香港價錢呢就其實是貴過香港的，即等同於你租過300尺的地方，在香港租過在旺角尖沙咀那些位置這樣的形式，在旺角尖沙咀我想現在的市價方面的話都是做那些是12-13蚊左右而已，是不是？那300尺的位置這樣，那麼它完全裡面300尺在奧斯陸啊是完全什麼都沒有的，那麼多位廚房都沒有的，只不過是得個四方框這樣在裡面的位置而已，這樣那麼為什麼它不租給我們黃皮膚人呢？因為就是租屋之前嘅人嘅女士咁樣，咁啊搞到人哋啲屋咧就全部都污糟邋邋邋邋邋邋邋，咁樣交翻俾人哋。咁自此之後嘅話咧，所有嘅澳洲嘅人嘅話咧，都好少會再租俾一啲黃皮膚嘅人士去到居住噶。咁樣驚一陣間又再重蹈覆轍，又再洗，又再抹咁樣，咁就可能就收埋嘅錢方面嘅話咧，亦都係做唔到嘅嘢啊。咁樣而喺呢邊嘅地方。咁樣呢邊嘅地方方面嘅話咧，就價錢方面就理想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呢一帶嘅位置，全部都係啲工廠大廈或者啲汽車嘅製造商啊嘅地方嚟嘅。咁樣咁啊，亦都可以咁講啦。見到呢一帶嘅汽車廠嘅話咧，就好快就到達呢一個嘅叫做費德列堡嘅地方。咁樣費德列堡嘅話咧，亦都要介紹一下呢位嘅文雅麗小姐。咁啊，文雅麗小姐點解咁出名？其實只不過係一位好普通嘅平民百姓。你問我佢係咪正式嘅香港人？都可以話係嘅，因為點解？佢的而且確喺香港出世嘅一位嘅女士咁樣。不過佢爹哋啊係屬於上海人，嗱媽咪嘅話咧就係屬於葡萄牙人嚟嘅咁樣。咁啊佢係一個嘅混血兒嘅形式，咁啊喺香港出生咁樣。咁就佢嘅讀書方面嘅話咧，係曾經係有去到日本嘅位置留學啦。
英國的位置留學啦，同埋仲有就澳洲的位置嘅話咧，就嚟到香港嘅船務公司嘅話咧，體驗一下佢哋嘅文化啦，同埋體驗一下船公司上面嘅日常細節咁樣。咁就喺船公司上面嘅話咧，就認識咗文雅麗小姐。咁即係而家嘅叫做係丹麥嘅王子啦，都係仍然要四周圍要出去玩啊咁樣。咁所以嘅話咧，就臨尾就生咗第二位嘅叫做王子之後冇幾耐就離婚咗啦。咁樣咁所以嘅話咧，佢而家文雅麗小姐嘅話咧，屬唔屬於丹麥嘅皇后？都是不屬於的，因為點解佢亦都係再婚了的一位嘅人士之一嚟嘅，佢亦都係再婚咗噶咁樣。咁好啦，多位咁就講完咗文雅麗小姐之後嘅話，一陣間亦都會見到佢嘅結婚嘅地方。停車場到啦，多位。咁啊，而家嘅時間方面就係11:00，個半鐘頭時間裏面參觀，12:30咁樣多位，12:30我哋就會翻嚟呢個位置上車嘅。12:30，唔該曬咁多位咁樣。我都知道團友們嘅話咧，好中意影相噶。咁樣你預佢45分鐘咗啦，就會到達呢一個嘅我哋食午餐嘅地方咁多位。嚟到丹麥的話嘅話咧，因為丹麥嘅菜式方面咧就冇乜點樣特別啦。咁啊，去到其他地方方面嘅話咧，可能會有。但係呢邊咧最主要嘅菜式未講之前。咁多位，因為即將上高速公路，請攬上安全帶。咁啊，因為點解你罰3500之餘，司機又要罰3500噶？咁所以就你幫佢出埋少少。咁所以當地嘅人嘅話咧，都好遵守呢個交通規例嘅咁樣。咁啊，頭先我哋所睇嘅費德烈堡嘅話咧，就係屬於啦嚇，咁就係當地一個最出名嘅皇室成員所居住嘅地方嚟嘅，亦都係曾經啦喺15世紀嘅時間嘅話咧，就係當地嘅一個皇室嘅重要嘅辦公室嘅地方咁樣。咁啊，後來就因為大火嘅關係啦，咁就令到呢一個嘅費德烈堡方面嘅話咧，咁啊大部分嘅地方就燒毀咗咁多位咁樣。咁就如果田友們頭先仲有記憶的話嘅話咧，大家仲記得，因為點解會有火燭？最主要嘅原因因為完全啊，裡面以前嘅話咧，就因為全部都用翻曬呢個蠟燭嘅為主噶。19世紀嘅時間咧，燈泡先至開始有啫嘛，係咪？喺19世紀之前咧，就所有全部都係點蠟燭嘅形式噶。咁所以逢親啲皇室堡壘嘅地方咧，以前都用木起噶。咁啊，因失火嘅原因咧，就令到整個費德烈堡嘅大部分地方咧就燒毀咗噶。不過就好彩多得就係呢個嘅加士伯嘅基金。就令到呢個費德烈堡嘅話咧，就再重拾翻當其時嘅樣貌，同埋仲有就係再比之前嘅樣貌咧，再更加輝煌咗咁多位。因為點解？大家頭先所去到嘅堡壘裡面啊，咁樣就佔咗2/3嘅位置，都係後來所加嘅地方嚟㗎。2/3嘅地方就全部都係後來所加嘅，咁樣剩得1/3嘅位置嘅話咧，就屬於以前嘅樣貌嚟嘅，咁樣。咁啊，啲田友們就問啦，究竟加士伯呢一位嘅人士方面嘅話咧，佢正式個名叫 J.C. Jerbin 咁多位，創立人方面嘅話咧，就係、是、創立人啦嚇，就係佢係一位嘅叫做係全名叫做係傑克布克里斯丁，咁樣就係克斯布森啊咁啊，佢全名就係呢個名嚟嘅，咁樣咁啊簡稱。叫做 J.C. Jerbin 啦，咁樣咁就係源自於1847年咁多位，加士伯源自於1847年，係咪？咁啊喺香港電視嘅廣告裏面成日聽到呢一句嘅字眼㗎，係咪？咁啊同埋仲有就係喺亞洲區域，包括埋香港嘅屯門個位置，屯門嘅地方亦都有佢嘅廠房㗎。咁樣咁就佢嘅飲品方面嘅話咧，就遍佈咗全球大部分嘅國家咁樣，可以咁講，全球裡面三大嘅啤酒廠之一。全球裡面三大嘅啤酒廠之一嚟㗎，咁樣咁啊，佢每一年嘅盈利啊，如果以金反而唔係市政廳喎，亦都唔係個步行街。團友們嚟到呢度嘅時間嘅話咧，一定識兩樣嘢嘅，識邊兩樣嘢咧？就係識丹麥嘅藍罐曲奇，係咪？其次就係識得呢一個嘅叫做係美人魚像咁多位。咁啊，因為就係創立人嘅大仔啊。蔡文明的大仔看完一套安徒生先生所著作的天鵝湖的著作那個叫歌劇之後的話呢，就啟發了他整回這條的美人魚像在這個叫做是在港口的地方啊，咁樣咁所以嘅話咧，聽日呢個美人魚像嘅話咧，我哋聽日朝後早臨出機場嘅時間咧，先至睇佢嘅。因為點解呢個美人魚像方面嘅話咧，就喺機場附近嘅位置嚟㗎，咁樣咁啊，亦都係啦，靠佢哋嘅基金會裏面所奪得到呢一個嘅叫做係獎項之一。咁所以嘅話就整咗呢個美人魚像嘅位置，咁啊就做咗丹麥嘅地標。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係嘅話咧，就係佢係全世界裏面最開心嘅人士之一。
咁啊，再加上嘅就係呢位嘅美人魚啊，咁多位，咁啊，佢曾經啊就離開咗丹麥短短半年嘅時間㗎，咁啊，咁啊好彩，咁啊就離開咗丹麥多半年嘅時間嘅話咧，就唔同立陶宛。立陶宛嗰塊地標啊，仲記得嘛咁多位？立陶宛咪喺呢個維也納咁樣，好彩冇整爛到咁樣。咁啊，但係咧就曾經咧就成為咗一時嘅叫做係叫做咩咧？叫做呢一個嘅叫做係世博會嘅地方度做展覽啦。咁就邀請咗艾美美嘅作品啊，就放咗喺呢一個嘅美人魚像嘅位置啊，咁樣。咁所以喺世博會開放嘅期間嘅話咧，朋友們嚟到呢邊嘅時間咧係睇唔到美人魚像嘅。反而睇翻艾美美嘅作品嘅為主㗎，各位咁樣，咁啊喺呢段時間方面都係屬於一個嗰段時間咧，有啲人就話一個嘅政治嘅原因啦，咁樣，咁樣就咁好啦。最嬲。咁我哋嘅話咧，就由呢個嘅叫做係赫爾辛堡嘅地方，就開車翻到哥本哈根嘅位置，咁樣。哥本哈根英文叫做係哥本希根，係咪？咁啊喺丹文語裏邊當中嘅話咧，哥本嘅意思就係叫做係港口。咁樣 ，Hagen 就即係代表商人咁樣就以翻用丹麥語嘅形式嘅話咧，就叫做唔係叫哥本哈根嘅。咁樣 Copenhagen 以丹麥語形式講咧，就叫做係商人嘅港口之一嚟嘅。咁樣照翻以前嘅一啲嘅倉庫嘅形式去到所建造嘅咁樣。咁而家個樣方面一定唔係以前嘅啦，咁樣一定係後來所興建。所重新翻呢個嘅叫做新港嘅地方㗎，咁啊重新翻之後嘅話咧，當地嘅政府咁啊覺得呢個港口方面咧，如果再俾人哋再炸多次的話嘅話咧，就會令到呢度嘅港口方面就會損失咗好多嘅嘢㗎，咁所以嘅話咧就後來嘅時候就將呢個港口就再遷移大概十公里嘅地方，再近前咗，咁樣就呢度嘅話咧就後來再起翻就話咧就俾當地嘅哥本哈根嘅市政府啊，就變咗做一個嘅叫做露天茶座啦。酒吧嘅地方或者夜晚食飯嘅位置咁樣，如果團友們今晚有興趣的話，有時如果唔落雨嘅情況底下嘅話咧，今晚你哋可以自己坐巴士出到嚟市中心嘅位置嘅，由市中心嘅位置，即係由我哋酒店啊坐巴士出翻嚟嘅話咧，大概預翻15分鐘到個巴士嘅路程。就到達呢個嘅新港嘅地方啦，咁啊非常之快嘅咁樣。如果電友們有興趣的話嘅話，可以不妨今晚就自己坐車出嚟呢個位置咁樣。咁啊啲巴士嘅路線，類似如果團友們有坐過輕鐵的話，輕鐵啊咁多位，輕鐵佢咪有講到明嘅，第一收費區、第二收費區同埋第三收費區嘅。咁啊哥本哈根呢個形式都係一樣咁樣嘅形式。咁啊但係架巴士嘅話，走開一號收費區就只會走一號收費區嘅啫。咁啊，佢走開二號收費區就係二號收費區嘅啫，咁就唔會同一個巴士裏面走一號區、二號區同埋三號區嘅，咁樣每一次嘅巴士如果冇加價嘅情況底下，如果冇加價啦嚇，就應該係25蚊克朗一次嘅，咁多位25蚊克朗一次，好冇？咁啊，如果以我哋酒店為例，咁樣就出到去新港嘅地方，出到新港嘅地方。中途嘅時間要轉另外一架嘅巴士，所以每一程嘅單程巴士嚟計啦嚇，咁樣就由我哋酒店出發，去到中途站嘅位置轉咗車，轉完車之後就再轉翻另外一架巴士，咁就去到新港嘅地方。大概嘅巴士嘅費用方面嘅話咧，就係50蚊嘅克朗嘅，50蚊嘅克朗一次啦咁樣。但係唔係喎，都係喺呢個嘅郊區嘅位置，咁樣要去參觀就冇可能噶啦。咁啊，你問我香港市場上？有冇啲淨係丹麥嘅團隊係冇㗎咁多位，冇淨丹麥團㗎，因為點解？咁啊，景區方面嘅話咧，全部都係集中於喺曬哥本哈根，咁啊，冇理由無端端坐火車7個鐘頭去到安徒生嘅屋企，冇理由無端端坐火車去到5.5個鐘頭嘅位置，樂高樂園嗰邊嘅地方，而一般嘅一隻好難嘅32日嘅北南極再加南美嘅團嘅咁樣。咁就係睇南極嗰邊嘅企鵝啦，咁樣，同埋仲有就去埋南美嘅四國嘅位置，呢個巴西、阿根廷啊、智利啊、烏拉圭啊呢啲地方，同埋仲有就去埋團友們有睇過《愛回家》的話嘅話咧，馬丘比丘嗰個嘅地方，咁樣咁樣海拔嘅位置3500米嘅地方，非常之靚，咁樣上埋耶穌山，同埋仲有就係睇埋全球裡面嘅一大嘅嘉年華。最大的嘉年華方面嘅話就係巴西，每一今年嘅話咧就喺2月19號，2月19號嘅當日就係總決賽，
1月19日出發之前嘅一個禮拜，屬於一個禮拜嘅形式嘅嘉年華，咁樣即係12日開始啊，12日開始到19日呢一個禮拜裏面嘅話咧，就係、是、全個巴西人係唔會瞓覺嘅，咁樣呢一個禮拜裏面，咁啊喺咁多故事裏面當中，其實最反映咗佢本人嘅性格，就喺呢個嘅叫做係丑小鴨裏面嘅。咁啊，如果團友們仲有記得的話嘅話咧，生咗一隻好醜陋嘅小鴨。成日都被人哋去到排細細個嘅時間，成日被人排斥，等同於安徒生先生喺細細個嘅時間就成日被同學同埋先生嘅時間去到排斥嘅。咁樣曾經除過佢條褲，睇下佢係咪男仔定係女仔。到中年嘅時候，就開始就去，因為經過細路嘅時間俾人排斥嘅關係啊，咁啊就做丹盟裏面嘅話最出名，亦都係最叻嘅人士之一嚟嘅，咁樣。咁所以一陣間我哋食完飯之後，咁多位會帶大家去行新港。行新港嘅話咧，我會帶大家行單安徒生先生嚟到哥本哈根嘅時間第一間嘅屋企。咁樣咁啊，係就係喺新港裏面嘅20號樓啊，多位。但係呢個20號樓方面嘅話咧，大家仲有記憶的話嘅話，因為英軍嚟到邊嘅時間炸毀咗，所以而家所見到嘅1847年嘅加士伯啊，係咪細杯嘅加士伯5歐羅？咁啊，大杯嘅加士伯就係10歐羅咁樣。咁啊，同埋仲有除飲加士伯之外，仲有乜嘢咧？就係食呢個嘅窩夫雪糕。呢、這個窩夫雪糕方面，我喺新港裏面係好出名噶。咁樣就係1960年嘅時間到而家，嗰、那個窩夫店嘅話咧，長期係排隊嘅。咁樣喺隔離街都好，都聞到佢個窩夫味嘅。咁樣我每一次嚟到呢度都一定會食佢個窩夫嘅。咁樣咁啊，大家一陣間都會介紹大家食下啦。除此呢兩個物品之外，仲有咧就係、是、丹麥嘅熱狗，都係非常之好食嘅。咁樣哇，食咁多嘢，咁咪食完飯之後，冇之前買翻隻熱狗，就可以令到大家嘅人生就可以完全係達到美滿嘅效果啊！咁樣我都係咁講啊，因為點解呢隻熱狗真係非食不可啊？係咪？附近嘅地方咁就係、是、所嗰啲樹啊，嗰啲嘅榕樹就係嗰啲樹膠喺海底個位置抽翻上嚟，咁樣入裏面有昆蟲的話嘅話，就代表就更加貴啲嘅。冇昆蟲嘅話咧，就價錢方面會平啲咁樣。同
八個字。OK， 勁親。好啦，咁多位落車，對面馬路見到嘛？東苑啊。哦，東苑。東苑，東苑。哦，東苑。進餐。地方啦，咁樣，同埋仲有就係幸福嘅摩天輪，最幸福個摩天輪咧，係咪即係旋轉木馬啦？係咪？亦都裡面個位置亦都會有嘅，即係可以咁講，最傳統嗰一隻，大家平時喺啲童話故事裡面所見到嘅旋轉木馬嘅話，亦都可以喺呢個嘅地方會見到咁樣。咁我哋轉個彎之後，大家就會見到呢度嘅火車站。火車站方面嘅話咧，呢、這個就係火車站嘅地方啦，亦都可以咁講，就係、是、機場快線嘅位置嚟嘅。咁樣呢度坐機場快線出機場，只係需要15分鐘就到達噶啦。咁樣坐巴士出機場咧，就25分鐘就到嘅。咁樣咁啊，呢度坐機場快線出機場的話，大概幾多錢咧？就係80蚊，80蚊嘅克朗。咁啊，即係差唔多81蚊到港紙左右啦，81蚊港紙左右咁上下價錢。咁啊，香港都差唔多啦，係咪？不過只不過香港坐耐啲啫，係咪？由中華民嘅歌劇就為主嘅，咁樣。咁你見到周邊嘅位置都買啲門飛嘅多啲㗎，咁樣點解咁多門飛買呢？就買啲歌劇嘅為主嘅，即係為主。朋友們可能去到英國嘅時間會睇 opera 咁樣啦，係咪咁樣？咁啊，轉翻過嚟呢邊嘅話咧，就到餐廳㗎啦喎，咁多位咁樣。咁就今晚方面嘅話咧，就係中餐嚟嘅，咁樣都係中餐嚟㗎啦，咁樣食飽飽飯，我哋就翻酒店㗎啦喎。由呢個位置翻去酒店。唔使10分鐘抵嘅，咁樣。咁啊，呢朋友們就問啦，需唔需要錢？就其實唔需要錢嘅咁多位。不過攞單車嘅時間，首先要入一個20蚊克朗，咁樣。咁樣就還翻車嘅時間。咁啊，總共喺哥本哈根呢個地方，總共有咩嘢咁大嚿啦，係咪？哇！如果真係唔使錢俾你，咁去踩翻，係咪？幫你賣廣告，鬼彩你咯，係咪？
咁樣，咁啊呢啲唔係單車文化嚟嘅，呢個真真正正嘅廣告嚟㗎。咁啊嗰啲嘅單車嘅廣告啊，咁啊收益嘅來源嘅話咧，就喺大家嘅車碌。車碌的位置就有賣廣告在這裡的、啊、所以他不用錢的原因就是因為有很多的廣告商就賣了廣告在這裡、嗯、